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某次早晨开台，哎 ，UZ， 哎，送人来了，呼呼呼呼呼！然后你们两个要不要其中一个开台？罗杰说他今天要开啊，反正他今天不开台，以后就不要跟我提到他。监工监起来是不是？好啊，池川 Wales 七分钟，吉林，他在跟谁排啊？他在单排，他在单排。也不跟我排，哇哦，这个人他会死吧？没有，他在跟 Sweet Camper 哈。来，我们稽查一下，罗杰还没钻石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共完，你必须道歉。你怎么会觉得他会有钻石？我刚刚讲的这种，他是我们的友谊大船又要翻了。然后我来看一下，他是玩怎样 support 是不是？哎呦，他现在玩都玩 support 了。我们直接镜头呢锁定，我们就锁定在这个吉林身上哈。我们看一下这吉林的操作。这边还在对线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对线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吉林他回家了，然后从家里准备出来。OK， 哎呦，完了！哇，这是什么？他没有大。他怎么了？哇，我才四等，这边都已经六等了。我没有在攻审，我们只是一起观赏他，因为他不开台。是，又怎么又死了？啊，死种没 ？Nope。哇，龟狗直接站在那边了哎！我跟你讲，这一定压起来了，吵架。这一波应该放推了吧？刚刚是为什么打？没人知道。龟狗现在很少喷。龟狗现在喷都是比较中意的，就比较好笑的，它都是做效果比较多了。请问怎样吉林等级可以输给社雷西？笑死！他也说要考台大，如果认真，你可以帮他补吉林文吗？他讲的话你们相信哦？像我们现在还可以回去考台大，证明我们是考得上的。我们两个分数乘以二，搞不好上不了台大。罗杰的嘴骗人的鬼。现在台服的风气真的很差哎、欸，以前没有那么严重。如果你们有看高端台的话，罗杰算高端台吗？对不起，我应该为此话道歉。对不起，我失言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完蛋了！他这个快点快点加速加速，扭扭扭扭扭，这个要推到底。加速加速啊！哎，他走太前面了，你干嘛？啊，杀到了、欸，还好啦，有机会啊。妈的逆转啦！聊天室打得好不如排得好，我也觉得打好不如排得好，真的。公投组来讲，我觉得 UZ 可以讲话、啊，他毕竟有上钻石吧，他也是有做到的人吧。各位，我觉得这把已经没了，对不起，这把没有了，这把没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原来是他连赢两把嘞、欸，还是他知道聊天室在看着他，聊天室看着他，所以他特别的努力。努力的向前，对，还是有点东西的吧。喜欢染金发男生吗？我喜欢原始一点的。主播男友有教过光头的吗？没有。罗杰帅吗？帅啊，帅，在我心目中罗杰最帅了。